我们让潜水艇上浮试试，全不久还刚刚联系过呢，怎么突然就联系不上了呢？那我们在海洋中前行，有时候信号会受到海洋磁场的影响，所以上浮一段距离就应该能联系上了。嗨，小鱼，威娃，好奇妙，总算联系上你了，什么情况嘛？怎么信号就突然都不好了？小鱼，威娃。 有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太阳风暴正经过地球，所有的电子信号都会受到影响，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收到，我们还是随时保持联络。如果信号中断，启用量子通信器。好的，你们多加小心，祝你们考察顺利。威娃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吗？按照好奇妙的说法，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海洋上的电磁风暴。 电磁风暴，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经常会爆发出强烈的太阳风，而我们地球之所以很少受到太阳风的影响，是因为地球有强大的磁场被抵抗太阳风的侵袭。那这个太阳风为啥会影响我们的电子信号呢？其实所谓太阳风，就是从太阳上爆发出的强烈电子射线，因此它会干扰卫星信号，破坏电力系统。 船只和飞机的航行都会受到太阳风的影响。太阳风比较强烈的时候，在北极或者南极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，那就是太阳风撞击地球产生的奇异现象。哇，极光好漂亮！有机会我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这美丽的极光。一定会有机会的。不过我们还是先做好准备。 应对这次大海上的电子风暴吧，威娃，我们的导航系统损坏了，一定是太阳风搞的鬼。明白，用量子通信器联系一下好奇喵，寻求帮助。怎么了，小鱼？出现了什么情况？好奇喵，我们的导航系统损坏了，威娃让我寻求你的帮助。收到。 你们想办法确定自己的位置，我会尽快给你们派去援兵的。好奇妙，我们的量子通信器耗能特别大，只能进行两次通信。明白，尽量确定潜艇位置，等待救援。收到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这次没有大海龟给我们领路了。不要怕，我们总会有办法的。威威，你快看，好大的鱼！我们的运气真好。 那是一只海豚，耶！它正在向我们打招呼。海豚，它长得好可爱。是啊，海豚可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它很可能会帮助我们呢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，我要出去和它打个招呼。小鱼，嗨，大海豚。 海豚是在给我们带路吗？这还不确定，注意安全啊，小鱼。
海豚怎么走了？好奇怪，那个大海豚为啥会一直咔咔地叫呢？难道它也是想让我们帮助它吗？海豚之所以会叫，是因为它可以靠自己的声音导航，就像我们的雷达一样，可以发现周围的事物。它之所以离开，很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呢？海豚也有导航，快给我讲讲啊，薇娃。其实海豚除了靠眼睛看清事物之外，它还可以依靠它的声音来看清事物。海豚虽然长得很像鱼，但它其实是海洋中的哺乳动物，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不一样。海豚的叫声不是用声带发出的，而是它头顶的呼吸孔。海豚有两个气囊，它会把气囊中的空气压入呼吸孔，然后通过控制气压的大小，就能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了。海豚发出声音后，声音碰到其他事物就会被反射回来。这个时候，海豚会用颚部和耳朵一起来接收反射回来的声音。颚部用来接收高的声音，耳朵用来接收低的声音。海豚的这种听声辨位的能力非常强，很远处的一块石头、一棵小草，它都能用这种办法来发现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海豚拥有依靠不断反射回来的声音来绘制远方情景的能力，这不仅让它能够躲避敌人，还能让它顺利地发现猎物，寻找伙伴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海豚的导航系统比我们的厉害多了呢？确实很厉害，人类的声纳系统就是模仿海豚这种听声辨位的功能制作出来的。啊，薇娃，大海豚回来了，快看，还有一只呢，他们在向我们打招呼呢。看来他们真的是为我们领路的，我们快跟上去。哎，薇娃，你说大海豚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？这个不好说，海豚和鲸鱼不一样，不会长时间逗留在深海，一般会生活在浅海和海岸附近，相信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吧。啊，那没准跟着他们我们就能定位个好奇喵了。我们要加速了，海豚可是海洋的长跑冠军，他们最快能达到4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。快看，好多海豚。看到了，那一定是海豚的家族，他们正在一起晚餐呢。我们要跟上去吗？不要打扰他们了吧。快看，前面就是 C 海岛了。小鱼，快联系好奇喵吧。好奇喵，我们跟着大海豚来 C 海岛附近了，请求援助。好的，小鱼威瓦，你们立刻上浮到海面，我这就让救援队给你们领路。威瓦、小鱼，你们好，我们是飞行员皮皮和机械师球球，我们收到好奇喵的委托，为你们领航。嗨，你们好，感谢你们的领航。你们好，皮皮球球。这次百慕大探险之旅因为导航系统的损坏而结束了，还好最后皮皮和球球成功找到了我们。在这次航行中，我明白了太阳风会对电子系统造成干扰和损坏，所以一旦强烈的太阳风来袭是不能出海旅行的，不然很可能会迷失在大海，造成不可挽回的事故。这也可能是百慕大三角很多船只失踪事故的原因吧。还有可爱的大海豚是人类的朋友，它们有超强的听声辨位能力，能通过声音看清很远的事物，并且在大脑里描绘出远方的场景。好了，就先记录到这里吧，我要去和薇娃、皮皮、球球一起晚餐了。我相信我一定会永远记得这次百慕大探索之旅的。